實在太好啦！我部車整翻好啦！我好中意佢，好中意佢，愛死佢！跟進一下啲近況啦，如上一條片所講咧，其實部車係漏水噶嘛，所有生鏽嘅金屬鐵頭嘴已經全部重新整好咗，水泵換咗新嘅，水箱換咗新嘅，水喉洗乾淨通乾淨。雖然條鐵水喉攞出去俾人燒嘅時候 ，total 燒咗三次，換咗好多水箱水啦。部車有幾樣嘢都幾激氣嘅，我發現我部車嘅高流量風格係世界上僅存唯一一隻半隻嘅高流量風格。嗰啲膠已經太多年就又霉又爛，即係隻風格我哋通稱叫做散咗。我揾輪曬所有嘅網站都冇全新嘅高流量風格賣，我就託一啲日本嘅買手咧就揾 Yusumura， 因為 Yusumura 其實係有代工做 K&N 風格嘅，同佢哋講話可唔可以生產翻400 Maru 嘅風格啊？收翻嚟係 OK 嘅，但係隻風格咧係天價。基本上是你哋一般買到高流量風格價錢的 2.5 倍，咁喺12月咧就會有第一批貨出現噶啦。所以呢部車高流量風格咧，我是俾錢就買得翻嘅。感謝日本嘅大大，風格嘅嘢處理咗啦。到我砌翻埋部車嘅時候咧，化油器有一樣部件咧叫做三星，咁啊三星就打柴。唉，原廠的三星咧就已經停了產，但我又不想用淘寶的三星了。正當我在很不開心的時候，我想到一條絕世好巧，整間 studio 入面除了我呢部四缸車之外，仲有陳明部 CB400。於是打開其中一個吸底，拆開個浮波，然之後攞咗入面個粒三星出嚟。就是它了，是一粒咁小的配件，怎知两粒三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陈明部车的三星就被我偷了，之后砌回埋部车搞定。我以为我可以将部车试车揸出街，怎知又发生事。如果看我很多年片的观众应该有一集400 Maru CDI 漏汁，怎知我副點火電腦死了，部車的轉速非常不穩定，去到某一個轉速它忽然之間會噗一聲咳了，沒有點火，然後死火。跟住我就去找點火電腦回來分享多些小知識給大家聽。400 Maru 分為兩期，一代為前期型，一代為後期型。前期型就59匹嘅，後期咧就53匹，而兩副的點火電腦都是插得到下去，但是入面那個program 是不一樣的。尾期的電腦轉速上限只有14000轉，而前期的電腦是14500轉，挨近15000轉的。首先找了一副點火電腦回來，賣家不知道它前期還是尾期，那我照買插了上車，怎知道是尾期電腦來的。接著我再博第二副，終於被我撞中了買得回前期型的電腦。因為這部車在91年至93年推出，在兩年之間其實部車的出廠量不多，尤其是當時很興玩二衝車，尾期車款數目是多一點的。既然撞中了之後，我就有一副點火電腦用，兼且這副點火電腦是沒有漏汁的。另外幫部車做了一些基本的保養，包括有換了四支火嘴，換了水箱水，換了頭尾壁力油，兼且改了一個符合我高度的升高腳踏，部車咧就完全冇任何問題，行得走得引擎精神。之後有機會要做嘅嘢就換胎。有睇過好耐以前片嘅觀眾咧，大家知唔知道我對胎係幾時換啫？條胎基本上行咗25000公里，依然都係090。提示線啦，定係條胎嘅年份同壽命啦，基本上到曬期噶啦。行多兩三個月咧，我就會換啦。同一時間咧，我會籌備一下究竟佢會上條乜嘢新胎。我有一個很重大的消息要公佈俾大家知嘅，喺11月中，400 Maru會出席一個一年一度電單車界的盛事，咁而呢部車係會擺出去做展覽，做 display 俾大家影相。件事距離今日咧，我只係得翻15日嘅時間，因為今次嘅展覽咧，我決定要幫呢部車扮靚，亦都係我今晚要做嘅事，確保展覽當日大家會影到一部靚靚嘅400 Maru。做外觀翻身好唔好？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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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演一下。Bye.
凌晨四点半，我已经好眼瞓啦。头尾碟、尾牙、链冚、头牙冚，所有车轴同有关辘嘅螺丝全部洗干净，头鲍鱼洗干净，膊脚轻轻散翻靓佢。呢条拎咧，睇过我以前啲片咧，其实呢只拎系我自己喷嘅。咁当然我唔系专业嘅喷油专家，而当时嘅环境唔系好好啦，亦都系用啷啷油完成咗呢件事。我覺得個成品不是那麼漂亮，今次要擺展覽，我就索性將條鈴交給一個相熟的噴油師傅，會重新噴過一次隻白鈴。另外條尾鏈我都會換了它，兩年前後已經行了20,000公里，等我過幾天買了條鏈之後，我就可以換了它。至於部車會擺出來給大家拍照的日子和時間，我會再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告訴大家，大家密切住留意啦，盡我能力用最少的資源令到部車可以變得更加靚啦。最後俾我買賣廣告，我所有的清潔潤滑用品全部都可以在鐵騎布品網店買得到，需要想買的話上鐵騎布品的網站，網站賺到的錢繼續會供落去拍攝這些不同的整車影片和電單車影片，希望各位師兄繼續支持啦。另外還有 Patreon 可以加入會員支持本頻道的製作，最後記得訂閱我的 channel， like 我 Facebook page 和 follow Instagram。大展覽嗰日見面，下條片再見，拜拜。